我是怡，还有什么啊？今天呢，我们要准备去那个大邱很有名的壁画。壁画，对，壁画村。然后不是 Cooper，Pola， 看着这个 Google Map 来看一下哈。他叫我们到这边坐二号线，二号线。结果呢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搭了二号线以后跑来这里。跑来这里之后，然后我们就问了司机，司机就写了一个我们看不懂字条。字条呢？然后接下来，不是啊，这个可以搭，这个可以搭，这个可以搭。这个搭，好，这可以搭，我们一起搭，我们跟他一起搭，好好好。那个纸条给司机，我们要给纸条给司机，给司机，这司机大家看得懂吗？好，我的那个，大家看得懂吗？你先，我先给他先。我要给司机那个纸条。其实那个这种他那个东西就是中国人的，耶，啥？南美人。그러니까하원내리서길건너가가타러가좀커지세요所以他知道了吗？所以他知道了，应该是。对对。OK。他知道。拿一下这个。Thank you。好，走了。好，我们刚刚。我们来这里好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混乱，然后。他没有扣哎。啊？他没有扣哎。还是啊。我回去。对啊。快哦！好，我们现在又是一阵混乱。刚刚那个善心的大妈来帮我们跟司机讲，我要在这个地方下车。嗯，好。所以我们大家就等，我们大家就看我们到底会去哪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哪里。对，到底是哪？刚刚那个司机大哥写，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探险记，好紧张哦，一个历险记。拜拜拜。